Chile.坐会就跟刚才被他刚才拱住了，现在没拱住。叫他游回去。大人都可以，那算了，不能再大人，你再吃他就回去。吃啥吃了？我吃啥吃了？你准备起灯了？我不准备起，我准备压着你呢。压着你不是起灯啊？先去好歇哈，一会儿再打我哈。哎，能我这他得有一部灯。能你那样你？那他可以一会儿再打掉我，先去好歇嘛。先去好歇肯定不成意，我感觉。你那个马一丢啊，我一等一会儿一分跑，骑马跑成边了。打我这个炮力也不大。你不能先压我，你得让我去压你。我是把橘子也跑了，把橘跑了跑，就那个压着他，他也是不能，就这样成。他反正他的这个橘子跑了。你压住吧，别压我了。我说不叫压了，那是他别个的想法。那也不好受，好受不好受，先再说，把它压到我来才行。嗯，八块钱就不用，八块钱不用砸了。
的啊。这么直接能是的，你夹不住他。全身压定了。防不住，攻势太强，防不住了。攻势太强，攻势太强。那个，那村这边咬的啥？九梁山不？为了活呢？就是那九梁山后边。反正我这马一出来，鞭炮白丢啊！看到啊？这鞭炮一丢，我啥也不怕了。鞭炮一丢，他啥气都没了，全靠这个大鞭兵这个气有点本事了。这会儿他没空，没空打。这会儿他是没空打呀。反正给你穿上了吧，快点。不穿了。有好几个我，为了看着嘛，看着嘛，我也是站这儿啊。他也是来站这儿。站着你落香，我可以落香。那你走了，那你不管。那我当然可以落香了。不行，管咋不弄吧？落香肯定弄吧，上香落香都行。老乡，我也得，我也得反正都七十倍，你老乡，我也得你这老点儿。你看你这纸，多了五了就。我再闹些都没有。我带一瓶纸，咋办呀？我带一瓶炮，怎么办？啊，拼了个炮嘛，要地要地儿奖嘛，顶住我吧。顶住我，我再挑马再要啥？他不敢吃，得吃了闷死。是吧？他不敢吃我妈吧？我骑个马他也不敢吃，硬的。这骑他已经没攻势了，鞭炮也出不来了。我顶着他硬挑不了啥。硬挑，我硬挑。你敢吃我到底一家惦记我啥呀？没事了。好几个，汁儿不少啊，汁儿一样的呀，汁儿一样。好像跟着你送，我这些给你送，我这一送是好几个，至少得送俩。汁儿一样的，关键是汁儿都在嘴里。想接啥，只有挑我去马了，要不然都弄死了。我去马一出来，我先吃个炮，我先吃个炮再说。还朝那儿跳，妈的，那什么？
小小孩吧，这一条是不能顶啊，一顶他一条马死了。嗯。我不跳了，不当娘了。不跳也不当娘了。跳哪？跳哪不是？跳了，跳了吃了个。跳哪了？军人。跳哪了？跳了，跳了军人也是吃了。跳哪了丢？嗯。你跳了之后，他哪门子丢？嗯。也是一样。不跳了。我这钉子不会不到地啊，咬啥了吧，想接啥，我你妈鼻子出来了，我你妈不出来就不行，就是这不还只有出我你妈，你不出来里边接叫啥的呢，结果他那个啥玩意儿，丢那了，都这门丢那门，丢这门我得拆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来这儿还等我去了，我先给他拆掉再说，拆掉他就吃我吧，是不是？他还吃不动我了，吃不动，他还吃不动我，我还操！这一枪一跳死了，大队跑了。什么东西？这哪劲儿？嗯，先找我吧。你找我吧。找一下我。嗯。找。只要是饿妈妈吃肉了。他困着了，不吃。嗯。嗯。哦，妈妈吃那个是吧？嗯。你给他吃了？不是，我你他给我吃了。不是，我刚才吃了，我不爱家，然后你俩给我啃了。啊。举双炮，这举炮。那样不是有点麻烦吗？杀的有点慢了，这基本上都快到气了，这基本上都快出气了，这边一到地方都是受不了了，这花一花菊是不是？一到地方一花菊都受不了了，他这个菊还不敢立，立了是个窝头。到家了，不够吃香了吗？怕不呀？我吃我都怕了。看老弟，这个，我哥还是说，吃了吗？这去，俩局没工吃，你应该加一下，叫他吃到底下一个。看，我应该吃了，吃到底下去了。爸爸，哎，看着烫了，不中。嗯。刀一枪一吃香，好多了，感觉刀一枪吃香去吧。野花鼠，刀一枪一吃香，我操！又吃，嗯嗯，这个是好。俺妈要跟不住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个香呀。你都跟着他一吃，他已经吃多了一会儿。我一吃你都快要，现在在困到了，有点困了，我现在给他吃了都出来，吃了都，他一直想出来，他再把这个杀了。他那个，他那一局弄啥玩意？弄啥玩意？弄啥玩意？我看你杀的士嘛，杀完的士在啥想啊？妈都退了吧，把妈给他退了啊！妈退了，回家派他来叫你，哎，硬着你不敢来了，是吧？站着上不能，能多了不能。妈退了还能看这个相了，是吧？妈退了，妈退了还能看相了，这一会儿瞎相别瞎眼儿。一啥？这一吃我一看相啥相了。嗯，那不是你啥时间的事？俺想吃了。嗯，啥时间？啥时间不中？有点慢。你啥时他起来？你啥想他下地下下？你找事？哦。他一看香烟要啥，接啥？你说
你还隔个马了，你还晚一步了，还能来不及到了。你还啥种？还啥？人家一直叫着我杀了，你那是扣啥人家？你杀完想要杀，要上啥了？就是。来不了呢。人吃你像不是叫啥？就是。不中了，不中。这个刺去你啊，反正你刚好抽应该，我应该先加一句，这我可以上。加一句要看着像了。他讲这个案子，要不是我，我就正好有钱，我先加一句。那样那啥我呢？这刺去差一点，我先倒一浆。叫他下地再走着去好了。哎呀，你就倒一浆，我都不理你，我都落个身，你又